我方妖孽胆敢到逃。相官呐、啊，只因我家官人身染重病，危在旦夕，故而千辛万苦来到仙山求取灵芝，搭救我官人的性命。住口！两者灵芝乃是昆仑镇山之宝，岂能轻易赐予人间？啊，仙官，仙家乃慈悲为本，你救救人间的危难吧！饶命！再若纠缠，定叫你命丧昆仑。快快走去，走，引我走。
白素贞，赶来仙山稻草。哎呀，仙翁啊，素贞死不足惜，可叹我那去郎就无有回身之望了。念你痴情可感，又见身怀有孕，赐你灵芝下山去吧。